来，请王牌先生拿上这一轮的题目，给腾哥瞅瞅啊。脑瓜嗡一下子吧。让你听一下这是什么歌，让观众也了解一下，好不好？哎呦，这个，好简单啊！太简单了。好了吗？传递开始。抓眼，你用我的眼睁开了双眼。你是我的眼。你是我的眼，你用我的眼，上下，我去查视力，视力，俺听不懂啊！别挡门，别挡门啊！你是我的眼。好，下一棒传递开始。他又挤你一下，你明白了？对。OK，OK， 给我吧，再，OK，OK，OK， 彻底乱了，谢谢，哎，刷个哈，哎。啊，给我，给我那滴眼睛，然后，等一下，视力表啊，输了，怎么能猜到？这个猜不到了，都好，你看，最后一棒，咋了？你怎么了？什么玩意儿？什么？应该是。这个动作，把你的眼睛给我，哦，这么重口味的歌、啊。然后还有这三个是什么？这什么？这什么歌啊？这歌猜歌名啊？好，小童，画画已经不能再演了。什么？小童。小童，告诉我这首歌的名字是什么？把你的眼睛给我。还有这个呢？哦，你是我的眼。这么简单就好了。你是我的眼。对。小童，对了。差不多了。解释得非常好。如果这个猜不对，只能说第一棒太烂。可关键就是这句话呀。对，我想你是我的眼，在我里面。猜不到。以最后答案是，你是我的眼。你是我的眼，我们直接给你听一下那首歌，你就知道了。来，放一下。Oh no！ 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个是娜姐的歌。借我一双慧眼吧。你指我一下不就行了吗？那耍赖了吗？哎呀，我让你耍赖，我不是没想到吗？我这么爱耍赖的人，我就想知道这是啥。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给我演一个。来，你赢。我们先掌声谢谢这位美国的朋友，谢谢你们王牌家族队，这一题挑战失败，来两队互换。哎，这个有点难。太像你是我的眼了。请。我们走吧。有请菲菲拿上这轮的歌词。哦，这个还好，但演啊得演歌词儿。琢磨怎么演。行吧，好，来，观众朋友听一下，要演绎的是哪首歌？山不转那水在转，树不转那云在转。哎呦！哎
也好演，好演，好演，好演。哎呦，这你再演不出来，哎呀，我真演不出来。来吧，来吧，来吧，传递开始。那个嘴型别在那叨咕啊！就这样吧，走了。放弃了。爱怎么样怎么样。哇！啊！哇！啊！沙沙转着左三圈，左三圈右三圈，左三圈右三圈。哦，竟然猜对了！厉害厉害！好棒啊，好棒，娜姐，厉害厉害！警校传递，这什么东西？你这个爱的那种啊，转的。娜姐有魔力的，娜姐门关了，娜姐后面门关上了，门关了，娜姐后面门关上了，门关了，转圈圈，快快快快快，这个是什么魔力似的感觉，波浪然后转圈是吗？转圈，爱的河里转圈圈，你就那个啊啊心这转圈儿，就是你。哎，娜姐这个办法好，下来演，跟门都不产生关系。娜姐聪明啊，这门是关不住你了，娜姐。就还有个这个，完了以后各种转圈之后，这么一个，哎对。啥歌？我你自己看吧。爱情三十六计。爱这叫心，变成心了。时间到，曾毅请上前，你先给一个答案吧。爱情三十六计。哇，天哪，这还真的说出来了，真说出来了，我的妈呀，太厉害了，看来是不对了。谁啊？你表演一个。我看啊。这个就是魔力嘛，开始发功了。这什么省了那么多动作啊？是浪花吗？对，是不是我的歌？对。啊，最老的那一首。你才最老呢。你说谁说？说你的老。我说的是最老的那首歌，不玩了。终于打起来了。知道了，知道了，这个确实不是娜姐最老的歌。这俩，这咱俩，咱仨还是同行呢。以后你们，我不跟你们混了。哪有刨咱自己的活？这是去年刚打榜的歌。去年的。对呀。好，我们让。曾毅给一遍最后的答案，山不在水在转，回答是错误的，啊，正确答案山不转水转，就多了一个字儿。今天晚上完全就是歌手之间跑火。那我说了最老那首歌说对了，就您知道我最老，你也不能说话呀。我说的是这一首歌是老歌。是的，傻孩子，不说了。好，来看看这轮你的题目啊。好，来，有请王牌先生。哎呦，哎呦，哦哦，你的眼鸟啥？这个好演吗？觉得？但这个，我觉得腾哥是不是没听过这首歌？就超越了他的年龄范畴。对。好，我们让观众来听一下，这首歌是什么？我是壁虎的戴文字，你是蝴蝶翩翩飞。
王力宏啊，不是不是，潘玮柏。演出来哦，准备好了吗？好，挑战开始。运动。嗯嗯嗯。开始演了。哦，刚刚那个是什么呀？把尾巴砍了。啊！啊！你知道这是什么？我知道这是什么，这是歌啊。你把这个，哦，演出来是不是？好好好。Hello, Hello, Hello. 好好好，又又又又又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yeah,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你都不知道啥，你给人家 OK 啥？有不打？还有伸舌头吗？又拉又拔，最后一棒，把腰给断了。真的猜得出来。哎呦，哎，知道吗？哎呦，知道吗？知道吗？啊啊啊！那个什么，壁虎漫步。哎呦喂，什么呀？这是什么呀？壁虎漫步。我不会唱。但我看有歌，这个断尾巴吗？然后有一个壁虎贴墙上。说实话，我这真没按壁虎演啊。你按啥演的？感觉像被壁咚了那种。那我想问一下，你被人你把人壁咚了，你跟谁显呢？这护的严实的呀。不用护，他们也猜不出来。你示范唱一下，你知道歌吗？我不知道啊。啊呀啦，睡不？啦啦啦啦，睡不？睡不？睡不？行，演吧。这怎么演啊？啊呀，啊呀啦，啦啦啦啦。走了，嘚瑟的。走了，嘚瑟劲。不是，腾哥，你站在旁边，帮我助演一下。来吧。传递开始。啊嗨！哎呀！哎呀，拉来拉去，哎呀拉！跑，升腾，追，砍断你的，砍断你的双手。好，时间到，请向后传递。哎，向娜姐传递。哎呀，哎呀，哎呀，
玲花，你行的，没问题。哎呦，还没问题，人已经演半天了，以为没开始呢，大姐。这样子啊，完了以后拉扯啊，完了以后把他的手，手完了以后剁掉。哇塞，猜出来了。哎，曾毅，这样，然后，娜姐，请向后传递。拉扯，嗯，他反正拉着我的手来回拉了两下，就啊，之后跑下去把他的手拿完了以后，两个手。娜姐又不管后面的人。娜姐、莲花，你们中间有门吗？有啊，有门啊，我以为没门呢。娜姐，不就是围了吗？现在有门了，开错门了吗？他刚才是这样了，有一次机会吗？我看不到，连一次机会都没有。我连演的机会都没了。苍天啊，这什么节目真是啊！你请问是哪首歌？这就可以了。我问的都揪心呐。沈阳，歌名两字。逃跑。追追追追是追，追捕，走，我想问一下台上的人，有人会唱追捕吗？啊，如果没有人的话，这整个现在我们所有人都把他孤立了。啊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啊呀啦，没听过，啦啦啦啦。是完全没有歌词了，我歌名叫啥来着？追捕、啊，就叫追捕吗？我不知道，但是其实是你不知道你说什么题啊？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选这首歌？你妈没说对啊！谢谢谢谢谢谢。这样，我站在一个公平的角度，如果此刻能给出这首歌的正确中文歌名的话，对我马上宣判他们错。如果给不出，那这道题他们无从作答呀。张涵予唱过这个歌，你看中文歌，他中文歌名是什么？张涵予，知道知道。王牌家族队给不出中文歌名，所以这道题，全民歌手队胜。出了题没给出正确歌名，白出了。聪明吧，聪明不？没想到吧，咱以前也没经历过呀。传声筒环节，两队打平。狒狒把这轮的题目拿上来。哎呦我这咋是咋比划这个？哦，这个好难啊，这个好难。啊，行，这蒙着来吧。啊，来，准备好，传递开始。小明，四个字，头两个字。孙悟空。我。观音。还有这样也行，这样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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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哎呦呦呦呦！哎呦！没事，没事，这是怪，没事，抖包袱呢。没事，这个啊！二郎神，后两个字，狼神。啊啊呀！潘叔太拼了。是二郎还是二郎神？后两个字，狼神。哎呦，叔！啊，真的！啊呀！杠杠杠杠！这锄地啊？不锄地，锄地。是那什么？就是那人物的人物，人物人物人物。向后传递。那个。好，同学，那个四个字，四个字，那耳机可以摘了。我可以拿下来。
哈哈哈哈，谁都有这班，谁都有这班。跳舞，哈哈哈哈，这啥？这啥？桶？这啥？桶？四个字儿？这不才俩字儿吗？四一共四个字儿。后俩字就这个，哈哈，这啥？这是啥？你不是你知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的痛那么激烈，你就比划个大概就得了呗。你什么？是，快点关上吧，没用了，快点吧。不，多说会话呗。四个字儿，这，哈啊哈啊。这吉娜一会儿怎么办呢？四个字也不知道这是第一个还是前两个，啊？是第一个。小明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把没用的全学去了。明白了吧？好好好，第二。啊，这是一共四个，完事儿了，四个字。完事儿了。完事儿了。啥玩意儿？快点，快点。你啥玩意儿？这样。这。然后使劲。打。就完了。就完了。特别像东北小品演员。就完了。我想那是什么玩意儿啊？蓝狼，这题答不上来不磕碜。这个太难了，这个。四个字儿。给你提个醒，是网络用语。对，网络用语。网络用语。哦，你知道了。你知道了？你咋知道的呢？你说。这种草。种草。四个字儿。哦，这是在种草啊。网络语言。种。晕倒不送。晕倒不送。我瞎编的。兰兰，这是不送，这是打气呢。加油打气，不是摔，那摔了嘛，对吧？对了一个字儿，气。气对了，对气。气对了。气对了。气对了。第三个字对了。打气。头两个字。腾云，腾云驾雾。差不多啊，差不多了啊。完了那个。观音完了呢，还有这样的人物呢？啊，猫、兔子、兔、月兔、嫦娥，对他们都是干啥的？他们都是神仙。他们啊？他们都什么？《西游记》的神仙吗？神仙打架。哦！神仙打架，我问题是我就没听说过这个词儿，我也没听过。行还行吧，那我这算分不？算分，耶！真算呢，这分有点，那我有点不好意思。拿分，一会儿咱们再让一下就完了吧？对。主要是潘叔抖了个包袱，那个包袱变成接下来的重点了，这大家都跟着在那摔跟头，彻底跑题了。我让王牌女郎狒狒把这轮的题目拿上来。哇，这个难。OK， 这个难哦。腾哥想好了怎么演？行，可以了啊，来挑战开始。啊，会是什么？三个字。这是啥呀？过河。OK。说话，您说话，您说话。对不起，三个字。三个字。第一个字。滑。第二个字。啊。第三个字。看。忘。歪了。蒙圈。这样也行。哪个？动作您得记住啊。三个字。第一个字。倒。第二个字。第三个字呢？第三个有点忘了。最重要的那个字，最重要的什么？
他真记不住了。还是记住俩，来吧，就俩弄吧。三个字，只有两个字。这太惨了，这。第一个字是划船。第二字啊，没有第三个字的表演。第三个字忘了演了。滑啊，滑啊，对，滑啊，滑啊，滑啊，滑三个字，滑啊，滑啊，三个字，滑啊滑，滑到外婆桥。真厉害，不愧是王牌家族老手了，真的。花花让腾哥给你演一遍，好吧？这怎么还不一样了呢？哦，样样样样，起范起的不一样。第二个字来了。啊！第三个字，望远镜，或者，啊啊，刺。东北话叫啥？桶。桶。哎呀！答案是什么？三个字。万花筒。万花筒。传声筒。哎呀！哇 ！Oh my God, unbelievable！ 厉害厉害的，你今天表现怎么样？感觉？更差。哎呀！谢谢您，谢谢您的参与啊！有机会多来，好吧？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好，接下来两队互相给对方出题。是不是太好猜了？太好猜了，我就不说。吉尔鸭，这太简单了吧？啊，对。凤之。哎，不，其实就叫疾凤之就好了。就叫疾凤之吧。对呀，啊。我们给他起了个中国名字。你能快点吗？知道了。不是，那我们起的人没答应，谁能记住？谁能往那儿猜去啊？那有点赖。那我换吉娜爱丽丝。行，那就这样。我们好了啊，我们也好了，行吗？完美，咱们这绝对的。接下来我们的嘉宾队啊，先上场准备。好，小明哥第一个，潘叔第二个，吉娜第三个，管乐第四个，朗朗第五个。我又最后啊？啊，那行，我先找着感觉了。现在感觉没用，对方出的题啊，那太难了。哦哟。跟我们出的差点一样，也是不好演。本身是凤芝的，真是放你们一马。好 ，OK OK OK， 来传递开始。五个字儿啊啊，第一个字是咯哒咯哒咯哒，鸡鸡鸡。第二个字儿，主持人谢谢劲儿，不是张杰他老婆谢娜，吉娜。哇，这都行，这都行，破坏了某些规矩吧？可不能这么说呀，不能这么说，得演的。这第三个字，就，吉娜抱我，吉娜抱你，不是这个，让世界充满爱爱，吉娜爱，吉娜爱谁？你还不知道？朗朗，不是，注意时间啊，注意时间，美美。咱得演啊，不能说的太多啊！你把我们板子给他得了。吉娜爱美丽，好，向后传递。吉娜爱美丽，不能再交流了。吉娜的门已经打开了。五个字儿，那个第一个那个，咯咯咯。蛇蛇鸡呀鸡，哎对对对对对，哎对，我哎不是不是我。吉娜讲到了，潘叔说不是。哎，你看，那什么玩意儿啊？那个，你看，快看 ，vivo 新出的手机。第三个字吗？充满了什么？充满了。哎哎，对对，哎那个，漂亮。对，漂亮。还有另外一个描述吗？嗯。美丽，哎对，差不多。汉语这么强大呀？可以的，对，差不多。OK， 嗯，好。咯咯咯咯咯咯咯，这是德国的鸡，德国鸡打鸣时候是刺儿的。咯咯咯咯咯咯，几个字？哎，五，第一个字，咯咯咯咯，第一个字是鸡。OK， 第二个字，我先第三吧。第三个字，鸡。
爱你。对，然后我要变好看，要变好看，化妆。但是为什么？为了美。对，美。对，最后的第三个字是什么？好，最后一棒。第三个，第四。来，郎朗信心满满。五个字啊，五个字啊。第一个字，咯哩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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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咯咯咯咯，鸡。哎，对对。然后第三个字还是第五个字是这个？啊啊啊！是这是干什么？化妆。化妆是为了什么？美。哎，对。还有什么？腾哥，腾哥帮帮我。啊？什么？鸡什么？你给我个第三个字啊，当时时间到，朗朗蒙一个呗，这只能干蒙了。鸡什么？忘了一个，第三个是这个。啊，行啊，啊，这个有用，这个有用。哎，有用的。机器心很美，跟你有关的。指我了。啊啊，吉娜。吉娜的东北名字叫什么？吉娜。吉娜，吉凤芝，吉娜爱丽丝，对吧？好了，哇，真的？我们一开始想写吉凤芝来着，我们给他起个中国名叫吉凤芝。吉凤芝，郎朗，你知道德国的鸡怎么打鸣吗？那得用德语啊！你让你老婆学一学，就。德国或者国外说那个狗叫吗？咱不是汪汪吗？他们是 wo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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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f， 是不是这么叫？是，对，两个音。咯咯咯咯。来，两队互换位置。OK， 走。哎，老有范儿了，这扇怎么拿的？哎呀，这大姐大呀，这是！哎呦我，你看这，我第一次觉得蕾丝的扇子不是性感，是富态。如果这样呢？是我过了是吧？啊，对。六个字啊！一个脸色，哎呀，脸色好脸色，啥呀这是？非常平淡无奇，但是极其艰难。认输行不行？这不行啊，张阿姨都来了。没事啊，腾哥，我们支持你，加油。五分钟过去了，他还在思考。相信沈腾非常聪明，对，他在思考当中，怎么演？他演这个，他演的每一个字、每个词的时候，都是有寓意的。对，我觉得他真的是很厉害。来，开始了啊。六个字。贵妇，贾玲，注射，贾玲注射，注射，贾玲注。一般唱戏的早上起来要干嘛？开嗓。啊！完了是。啊！哎呀，我的妈！他这越说越难啊！啊，完了之后还是啊呀。对呀。不是升调了，是他又换了一个。啊！干嘛呢？换了个什么 ？OK， 这个字儿咱们先放这儿啊。好。第五和第六个。注意时间啊！注意时间。喂。哎。第六个。哎呦我的妈！滚。生。贾玲注意卫生。我太聪明了，太有默契了，太厉害了！咦咦咦！哦，原来是啊！没事，有阿姨在。有阿姨在，记性好啊！有阿姨在，不迷路啊！六个字，前两个字。前两个字。芭蕉扇摇起来。摇起来，我摇起来。第三个字，
射器吧？对，你看我呀，阿姨，你看他们没用的。第四个字是啊啊啊啊啊啊啊！后面那个是就是。都一个学校叫出来的，美音也还是啊呀。还有第六个，第六个字是，哎，等一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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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个就不知道了。一共是六个，六个字。第一个是什么呢？你想怎么演就怎么演。第一个我忘了呀，这就放心了。虚惊一场，忘了忘了。然后是芭蕉扇，第二个扇子，然后是大斧喷针，是吧？孕妇扇扇子。哦，你问谁呢？人让你给他演，这个忘了一。注意时间啊，注意时间，门快关上了。注射器，注射器。阿姨，您还直接带说的呢。第六个，他根本就没告诉我。告诉你了，你没看懂。好，小偷给贾玲传递。完了。完了。说一共是六个字啊，第一个字忘了。第一个字忘了。第二个字，啊，有这个，这是什么？山。山。他屁股的山。然后还有这个。腰，这是什么人？这应该是我呀，这不就是我吗？还有一个注射器，注射器针，针会不会是贾玲和真鱼？贾玲和真鱼，贾玲梁吉娜的腰，六个字儿。这个人应该是我呀，但这大肚子这不是他吗？帕瓦罗蒂，六个字儿。贾玲帕瓦罗蒂，七个字儿就是戴玉强帕瓦罗蒂。你演一遍我看看。贾玲，这个行为在干嘛？贾柱。贾玲住，贾玲住。完了，那个唱戏的吊嗓子的时候，半个月亮爬上来，不是吗？不是一套活。我给你演五六。周，周，你看动作，不要看里面的食物。喝妹。为贾玲注，贾玲注意卫生。对，哎，好，聪明聪明，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请戴上耳机，来视频播放。你好，给我来个中杯的拿铁。您要的是这个吗？这个中杯。对不起，先生，这个是大杯，这个才是中杯。你这不大中小三个杯子吗？我要这个中杯。对不起，先生，这个是大杯，这个才是中杯。中杯。我不管你们怎么叫，我就要这三个杯子里的中杯。老罗，对不起，先生，这个是大杯，这个才是中杯。听这个，听这个，我。这个智识的笑太绝了，我。这故意给腾哥出了个难题，老罗那这个得演吗？这个算仨字儿啊？这算工伤。来，传递开始。你好。你好。给我来一杯中杯的拿铁。给我来一杯中杯的拿铁。你要的是这个吗？你要的是这个吗？这个中杯。对不起，先生，这个是大杯，这个才是中杯。你这儿不是大中小三个杯子吗？我要这个中杯。对不起，先生，这个是大杯、中杯、大杯、特大杯。哎呀，一轮。我不管你们怎么叫，我就要三个杯子里面的这个中杯。对不起，先生，这个是大杯，这个才是中杯。哎，为什么呢？罗老师，别这样，别这样，罗老师。哎，对，为什么没有小杯呢？他管小杯叫中杯，管中杯叫大杯，管大杯叫特大杯。真是挺奇怪的。所以他才抽自己，他觉得他跟他自己没法交流。
对不起，先生，这个是大杯，这个才是中杯。啪啪啪！罗老师，再见，别要罗老师。还花了一些时间讨论为什么是这样的。怎么了？这么开心？馋什么了？特别逗，这一段话，这人来了。我要一杯中杯的拿铁。对不起，先生，这不是中杯，这是大杯。罗永浩吧。Cool. 然后那个，我就要一杯中杯的拿铁。然后他说，啊，对不起，先生，在我们这里，这个是中杯，这个是大杯，这个是特大杯。我不管你们怎么叫，反正我就是要那个中杯的拿铁。对不起，先生，这不是中杯，这是大杯，这才是中杯。然后最后。罗老师，罗老师别这样。哇，厉害厉害，基本上全对了。小童的记性很好，想一想怎么跟阿姨传，到阿姨那就变味了。谁说的？这次不变味儿。哼，这个故事就讲的是那个罗永浩去买咖啡，你就说老罗去买咖啡。哦，估计阿姨都不知道罗永浩是谁。然后说对不起，我想要一杯你们这儿中杯的咖啡。要中杯的啊。然后那个服务生就说，抱歉，您指的这个是我们的大杯。大杯啊，我们这个叫大杯，然后这个叫超大杯。他说我就要你们这儿中杯的拿铁。拿铁拿铁拿铁。然后罗永浩抽自己嘴巴，啪啪啪，那个花花应该知道。就这么糊弄过去了啊！我就提一提他就知道了，那这挺好的。你也不能提一提。罗永浩去买咖啡的片段啊，来了。罗永浩，老罗去买咖啡。哎，罗永浩，哎，拿铁。老罗去买咖啡拿铁。他可能不知道。完了，花花不知道。哎，他说我就要这杯中杯的。中杯的。服务员说不对，那是大杯。大杯，这个不是大杯吗？我们这个是超大杯。哦，阿姨可以。不错不错。那我不管，老罗鸡了，爱卖不卖。学过评书。哇，我都怀疑我是不是在第五棒了，到第四棒能这么全，我很厉害，是吧？这次不要小瞧我了吧？非常厉害，非常厉害。我们哪次都没小瞧你。但是我们关键考验的是台词对多少个字啊？保罗，保罗，嗯。Paul。现在我们穿这身就是保罗嘛，对。保罗，你好，我是老罗。然后我想要一杯中杯的拿铁，对不起，我们这只有大杯的，不行，我就不要大杯，我就只要中杯的。然后，超大杯，超大杯这边。我们那你有超大杯吗？我们没有超大杯，我们只有大杯拿铁，那就，哎呀。完了，花花没看过这一段，高估你了。所以前面四棒都是没问题的，就到我这棒垮了是吗？走。前面还真的传的，哎呀，我这个好胜心强的呀，我怎么办呢？这轮花花最终对了15个字。哇哇！来，我们谢谢姐姐参与到这轮当中。这轮表现相当棒，这轮获胜的是王牌家族。哇 ，yes！ 好，请后面的各位戴上耳机，腾哥准备就绪。接下来有请王牌女郎狒狒，把你要传的台词拿上来。奏折呀，我的天，这可不能轻易打开。我们来看一下你要传递的经典片段是哪个。哎呀！不要，我不要！观众哥哥。哎呦，我看你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如果我再也看不见了，这世界对我还有什么意义呢？我看不见你的脸，我看不见你的眼睛，我看不见你看我的眼神，我看不到家家有花虎虎有水的大理，我也看不见我们梦想中的世外桃源，我看不到我们的悠悠谷啊。挺难
的。这是你本身的那段戏啊，尔康。最难的是尔康的反应。嗯。对对对对。带着那种情绪啊。哎呀，不要慌，腾哥，来，传递开始。摘了哈。两个人的戏。两个人的戏。女孩。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如果我再也看不见了，我宁愿死。是个老太太吗？我宁愿不要活着。如果我再也看不见了，这世界还要对我有什么意义呢？咦，我看不见你的眼睛，我看不到你看我的眼神，我看不到家家有花，什么东西有水的大理，我也看不见我们梦想中的世外桃源，我看不到我们的悠悠谷。中间那个男的的反应，谁让我揍你一顿？中间那个男的是有反应的，他被那女的抱着之后，他，记住了吗？台词？什么呀？我一句没记住。我不要，不要，哥，你直接说出来就好。如果我再也看不见了，我宁愿死。我宁愿不要活着。如果我再也看不见了，这世界对我还有什么意义呢？啊，好恶心啊！好，时间到，有点缺氧。一个男的抱着一个女的，一个男的抱一个女的。然后那个女的，腾哥演的是个老太太，她应该不是。我看不见你的眼睛，看不见眼睛。我看不见你的眼睛，我看不见你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的眼睛。我看到的。我看不见你的眼睛，看见我的眼神。看不到我的眼睛，看到你的眼睛。我看不见大理的家家户户有花，家家都有水。看大理的家家有水。家家有水。你重复的真厉害，但你记住了吗？我看不见了，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你的眼睛，我看不见你看着我的眼睛，然后我看不见大理家家都有水。我看不见你的眼睛，这家都有水。你的眼睛什么什么水？这么漂亮？我看不见，这家都有水。然后呢？然后我拿水过来给你，现在有自来水了，不用打了。没了吗？好，最后一棒。我看不见你的眼睛，然后那个你眼睛好看，然后我看不见你的眼睛，这样就不用加自来水了。加油！好了，来，花花来到前面来，说一下你听到了什么台词。我看不见你的眼睛，你眼睛长得好看。自来水，自来水。我知道了，我看不见你的眼睛，没关系，你的眼睛非常好看。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手戏。可以啊。我的眼睛被自来水浇伤了。那得多大的茧呢？你的眼睛好看，对吧？美。瞎了。他一共对的字是八个，八个字，八个字，那非常多了，因为我们一共其实才600多个字。我们让这个尔康和紫薇现场来给你演一遍这个。我俩啥戏啊？你抱着我，对我依依不舍。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再也看不见了，我宁愿死。我宁愿不要活着，如果我再也看不见了，这世界对我还有什么样的意义？我看不见你的脸，看不见你的眼睛，我看不见你看我的眼神，我看不见家家有花户户有水的大理。想看东西太多了，所以你的戏就是一直抱着我。吃惊，你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来，两队互换一下。
呀，你们这就叫直接输了。哎呀，气势特别好啊，希望能有个好的结果。我是第一个、啊、你第一个，靠你了，完蛋了。哎呦，这个太吵了，这个。嗯。你好，尔晴，尔晴，歌吗？耳机里有歌吗？他听不见了。来，有请菲菲，你的眼哈、啊，就跟刚才腾哥似的那个惨烈，你要面对的片段。好惨烈、啊。谁愿意叫你舞剑？谁让你待在贵宾楼里浪费时间？我是个废人呐、啊！我没有用，浪费时间。现在什么都做不了，他出不来，我进不去，我还不如一只蝴蝶。这种日子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好撕心裂肺啊，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们赢了。皇阿玛可以的，对对对，准备继续，赶紧开始。皇阿玛，两个人，三个人，不是一群人，一群人，有一个人站到中间，我先演旁边几个人的反应，是这样的。这样的，然后开始演中间那个。我，你得快啊，要关门。开始演中间那个。他后面有一堆的草，他后面拿了个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受不了了！谁愿意做你师傅？谁愿意教你舞剑？受不了了，我是个废人啦！找起眼睛，我是个废人啦！我现在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做不了，受不了了！我是个废人，我是个废人。谁愿意在贵宾楼里面浪费时间？谁愿意在这个贵宾楼的卫生间里头待着？谁愿在贵宾楼里面浪费时间？卫生间啊。然后我还不如一只蝴蝶。蝴蝶，时间到。我不是蝴蝶，蝴蝶。Oh no！ 完了。快蝴蝶，快快！我先给你演旁边的一堆人。一堆人。我不该演这个的。画蛇添足。然后中间有一个人，有一个。人呢，在那耍，说我受不了了，我看不见你了，我废了，我什么都不能干了，我还不如一个蝴蝶，蝴蝶，蝴蝶，我的眼睛看不见了，啊，我贵宾间里的那个什么那个卫生间，卫生间，对，贵宾间还是卫生间啊？贵宾间卫生间差大了，什么？贵宾间卫生间，时间到，贵宾楼里边的卫生间，我好像还能跑偏了。下一棒，什么贵宾间？贵宾间的卫生间。华妈说的，周围好多人，有一个人站在中间，然后说，贵宾间的卫生间。什么？完了。对，然后那个我看不见了，但是我要去贵宾间的卫生间。我看不见了，哦，对，我看不见了，然后我还要去贵宾楼的卫生间。啊，晴儿还给自己鼓掌，我演的真好。有一个人，他想上厕所，他说他要去卫生间，然后但是他对厕所有要求，说要去贵宾楼的卫生间。这么爱耍大牌呢，这个人。男的女的？男的。怎么知道是男的？还有什么信息没？还有他一个人站在路中间。什么中间？站在路中间。站在楼上的马路间。记住了哪些台词？有一个人，他站在路中间。这是独白是吗？这是看图说话。他有洁癖，去了一栋楼上洗手间，连卫生间都没有了吗？哦，楼上洗手间，发现那个洗手间很脏，他说不行不行，然后别人告诉他那个贵宾楼有干净的洗手间。一共对三个字，就没有卫生间。那怎么出卫生间了呢？
问您呢，皇上。皇上、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这边说贵宾楼的什么间什么的，好嘞好嘞，哎，在贵宾楼的卫生间就是在一转头的一瞬间，不知道为什么您去了趟卫生间就回来了。哦，谁愿意待在贵宾楼里浪费时间，我听着贵宾楼里的卫生间，哎，哇，好棒啊、好棒啊，恭喜。来，有请我们的王牌先生给腾哥看。哦，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这个拟声该怎么拟？然后给观众们展示一下啊。哈哈哈！这不好，不好拟这个，这真不好拟，不好拟。只有肩部以上部位可以动。哦，肩部以上。对呀、啊。那第一个字我怎么？那看你的了。那我放肩部以上是吗？不行不行。不行相信沈腾，他有办法的，他肯定弄得乱七八糟的。好，第一题挑战开始。明姐，嗯，挺嗨了呀。鬼才，鬼才！这里怎么还有接吻的事儿啊？苍蝇，对，苍蝇，一万多只蚊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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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什么呀？得给花花造成多大的困扰、哎、头一个就这样了，太好了，我演的就是鸡皮疙瘩。加油，应该很好理解吧。他这还不明白吗？这题他们能猜着，我一年不吃饭，太无助了，这个太无助了，太无助了。这他喜欢，对。你们不要杀了我，好吧？加油！你再来一遍行吗？再来一遍。好，没了，最后一棒。蚊子。最后一棒。怎么？这个笑容有点意思。他过瘾来了。我年纪也不小了，我真的是我的。你为什么要把这个脱下来？七哥，还没演呢，我还没演呢。你后面是后面肯定是花花的粉丝，后面那人不让我演。等我帮你怼着。我还没演呢，我没演呢，这样的。得罪了，得罪，咱俩在一个档里。事情是这样，小童给我演的是这样。下一个，我不会碰到你啊。这是一个怪怪阿姨。什么东西？这是。还是亲了一下，反正就是，最后我也不知道是亲了一下还是亲了一下。
看着花花迷茫的眼神，我就很放心这道题的答案。来来来，跑出来，跑出来，跑出来！不可以和其他队友有眼神的交流啊，目视前方。交流也没用，我们也不知道在干嘛。花花醒醒！啊，我在，不是我有点恍惚，突然被一个。你看到了什么？我本来猜的是那个闻香识女人。哇哇！很接近了哟，很接近了。我免费提供一个参考，四个字行不行？四个字，哎，谁也猜不出来，真的。蜂拥而上，接近。懂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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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我。他是这样啊，这四个字，第一个字最难演，我只能用我的头。这个字能明白吗？跳头球必进啊！行，再往下怎么说？这字难。对，第二个字儿，其实是我给你可以提示一下了。好，刚猜不出来了。咔嗒咔嗒咔嗒，这里哪有咔嗒的事儿啊？佳佳，第二个字是喂。对对对对对对。马。第三个字啊。哇。你这越支越远了，花花现在懵了。这样，腾哥，我们就照花花最后一个答案，叫什么来着？叫什么？风什么来着？风马不相牛。我的天哪！对，风四个字。对对对。你看沈腾的手。马蜂。马蜂。第四个字是。我的妈！沈腾，你在干嘛？你就直接告诉他就完了。啊，太难了，真的，我真的猜不出来。铜马蜂窝。啊，所以这道题呢不能算对，第一张垮掉了。我记得腾哥对于这种拟声是很有把握的，应该。我当然会很多了，但蜜蜂跟苍蝇、蚊子很难细分。我们拍那个电影嘛，我们经费。有限了啊！哎呦，旁边没有真车，演员需要这个有外界给他助一下兴的话，都是我拿嘴办。口技啊，口技。我要是那演员，我就不演了。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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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就那演员情绪一下就上来了，对，血压都上来了。好，这队准备就绪了，我们来看一下这队要面对的拟声题是什么。来，继续请上王牌先生。哎呦我去，不比你们容易啊。哦，哇，好演太多了。就是可以说几个字吗？几个字你也只能用脖子以上部位比划。我这不是，我说话吗？这个还用说话？潘哥这么简单？这个再演不明白，潘哥，我没问题，我演的您施加压力啊，我演的肯定对，关键他们几个，关键我不知道情商咋样。好，拟声题，潘老师准备好了吗？等一下啊，等一下，行，好，挑战开始。我去，冷，古董，哇哇哇哇，呜呜呜呜呜，咚咚哇哇哇哇，我了个去！牛，我知道了啊！啊，哈，哇哇！哇哇哇！什么？茫然了，茫然了。小杨，你演的那种僵尸的感觉。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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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人弄头，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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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就是这样子，就是我看的就是这样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垮了！麒麟，麒麟，你是个很聪明的孩子，你是个很聪明的孩子。这是冷吗？跟冷热没有关系。是冷是冷，哎，你就告诉他是冷。你自己感受，自己感受。好，答题时间到。麦派克，咱们到前面来啊。植物大战僵尸，几个字嘛？两个字。嗯。啥两？打斗。打狗。差不多了，差不多了。这不是在打斗吗？接近，接近。他把后边，哇！哎哎哎哎，没完了，肖阳，你刚才这个了，你刚才，你光记住我这个了，你。一开始不是这样吗？然后，对，不能再演了，不能再演了，不能再演了，太帅了！我们不要脸，你们也跟我们学啊！你们刚刚都让第一个人又演了一遍，还夸嚓夸嚓的，还学那个。马上他都要把题那个答案演出来了。干脆我卖个人情，我告诉你吧，呛死就俩字。你让潘老师演一个，我演的比较准确一点。他们的演到麒麟的不能就走样了，知道吗？啊。就，哇呀，哇，咕咚，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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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泳，哇，你看，哦，不是，泡澡，这个不是，太冷了，然后跳到热水里面，温泉，呛死，真的是呛死，冬泳吗？啊？竟然给蒙上了，说对了，说对了，说耶，说的赢了，赢了。戴上耳机之后，请王牌先生拿上这道题。哦，这应该可以吧？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给你听一下这个原音重现啊。米饭、炒菜、炖菜、炝拌菜、盖帽饭，就在院里，让右一拐就是。就在院里，让右一拐就是。这是东北话吗？这沈腾擅长啊。说啥都没用，是哪儿的方言重要吗？我说什么话在他那不是方言，指不定他把音传对了呢，对不对？好，来，挑战开始。哎，哥们儿，来，米饭、炒菜、炖菜、炝拌菜、盖帽饭，就在院里，嗯，右一拐就是。就在院里，嗯，右一拐就是。What？Happy New Year！ 是这里摸一米啊，饭饭米饭米饭米饭好，炒菜哦，真明白了，米饭炒菜，哎，米饭炒菜，好的，炖菜炖。不是贵，是炖，不是贵菜，是在这里炖菜啊。米饭，米饭，炖饭，炖菜，哦，炖菜，米饭，炒菜，炖菜，炖菜，米饭，炒菜，你就记住一个是饭，菜，对对对，好，菜，别闹，完了，蔡老师吓一跳。米饭，炖菜。为什么要跪下？跪是啥？炖菜 ，OK。对，炖菜米饭。炖菜米饭。
哇！还夸人家。对，米饭中菜。OK。好，继续。哇！方言是吧？方言，方言，您得揣摩一下这是哪儿的方言。沈腾肯定东北话呀。不一定，不一定。米饭，米饭，这东北话没什么区别。米饭，米饭，炖菜，炖菜。哇，太香了。对，米饭，米饭，炖菜，大锅炖菜。别跪，别跪下，别跪下。跪下没什么关系。米饭，米饭，炖。炖菜，炖菜，米饭炖菜，这就行了。OK， 可以。OK， 自甘堕落，这有可能到我们组就变成了一句话。你们想清楚。太简单了。这回这么简单，都不敢相信。而且没有口音，发现了吗？对，方言全没了。这个怎么还要按方言说？这是方言题。米饭炖菜。就这两个词儿。我问腾哥，腾哥就这两个词儿吗？一篇儿，一篇儿。三元两元，不要错过，不要漏。别想发挥行吗？不要瞎发挥，你就好好说。我想拯救一下我们这个组。没有一点斗志。答案是什么呀？米饭炖菜。怎么整？完了，爆肚。Oh, no. 比如说把辣椒油往锅里一弄，完了就挺烧心，挺冲鼻子的，那叫什么呀？辣闻，呛锅菜，呛菜，呛炒，呛翻，呛。呛起，蒙不出来了，蒙不出来了。呛什么？你们说出来，说出来不算分，告我。呛拌菜，呛拌菜，有什么辣？什么叫呛拌菜？我也不知道呛拌菜。你居然能在吃的这儿卡跟头，我真是没想到。好，那接下来呢，就请第一位杨迪看一下王牌先生拿上来的这个方言词儿啊。好好好。我们来听一下是哪里的方言。来，大年初一节目开得好好的，哪个背时的往老子脑壳甩瓜子壳壳和纸飞粉，好烦哦！好烦哦！这道题稳了，送分题，因为我就是四川人。大年初一节目开得好好的，哪个背时的往老子脑壳甩瓜子壳和纸飞粉，好烦哦！太简单了，直接来吧！哎呀，太简单了。来，挑战开始。大年初一单好长啊。开门。大年初一单呀。摘吗？摘。哎，对。大年初一节目看得好好的，哪个瓜子往老子脑壳甩瓜子壳壳和纸飞飞，好烦哦，好烦哦。你来一遍。这个什么意思？完了。大年初一。再说一遍。大年初一什么意思？这个什么意思？大年初一节目看得好好的。大年初一，确实确定吗？大年初一，大年初一，我要疯了！完了！对呀、啊，关键四川话也不好学。对，你给我搁那儿，我也不会。大年初一，大年初一。好，时间到，去吧。大年初一，大年初一，大年初一。我只穿四个字，我不行了。我这道题稳了，送分题。潘老师。他说大年初一，大眼锥，对，大年初一，好吧，全完。大年大你追，对，大年初一，大年初一，对，大年初一完了呢，还有没？不可能就这一句吧？
大年初一。不是，不可能，就这一句大年初一，完了后面还有没？大年初一啊，还是大年初一啊？对啊，我们赢了，全对，也就四个字呗。好像方言啊，潘老师，方言，大年初一，大年初一，好像是四川方言。Oh my god！ 大年初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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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年 Happy New Year to you！ 没有那些啊，这是四川话。大年初一，四川方言。大年初一，好像是啊。Come on， come on， 大年大。大年，快点！大年初一，最后一棒。大年雪铁。什么了？大年初一。I don't know. Christmas tree. What? Christmas? No. 大年初一。大年初一，好，时间到。Is that right？ 今天太晚了。这个不许提示了啊！百合，来来来，这不能提示。我觉得是神行兼备。大年初一，大年初一，大年初一，大年初一。大年糕吧，大年初一，大年初一，大年初一，对对啊，接近了啊，最后答案告诉我吧。大年初一，秦开得胜，我编不出来了。Is that right? Is that right? 多一个字儿，比他们多一个字儿。好了，好了，白百合。可以了，在最后的一秒你们又赢了。额外给你们一个机会，看看能有什么样的表现，好不好？我们都输成这样了，我们还有什么好怕的？哎，陈哥可以先上，他们出题。陈哥你在我前面啊。有信心吗？有信心。别太难了，我们都已经输成什么样了。 太简单了。你们要难可就别怪我了，你给我好好演。咱这样，您说，打出溜，哇，这是方言，这好难啊！这加上最后一个字就很难演了，前面三个能猜出来。他们有东北人，但是猜不出来这四个字儿。对，那麒麟你送去，挡着点，挡着点啊！哎，不行，这个，对对对对对，别太难了。献宝来了啊！谁出的题？这是我们群策群力。这是我都不懂啥意思了，那就对了，是吗？给贾玲先看一下，我啪啪，他不看，记下了啊，我愣猜，愣猜，好，生猜，给观众看一下，给观众看一下，这看啊，真没懂，观众都不明白什么意思。潘老师，您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什么意思？在我们东北整个北方啊，我们小时候，包括现在，偶尔走到大街上，每当下雪的时候。路面结冰的时候都会这么玩。俺一个柔弱的南方女子，带上声音的状态，挑战开始。小时候冬天结冰了，这儿有一个坡，走着走着你就，这什么玩意儿啊？我重新再来四个字，是成语吗？啊，不是，是一个东北的俗语。哎呀，第一个字，怼，打啊。第二个字，路面结冰了，再滑打滑出溜。我作为一个南方人，开始传递了。好好来，哎，花花有危险了，花花。哎，发生在东北，然后结了好多的，河里边都冻满了硬硬的，
然后滑冰，不是滑冰，东北话，第一个字是拍，拍，不是打，对，打滑，东北话，打呲溜，打呲溜。四个字，打呲溜。好，时间到，打呲不能看了，花花。哎，这个碰专家了啊！他知道，他东北话。四个字，打。第二个字东北话，东北话，在那个冰上面，呲溜滑。哇！最后了啊，完了就靠小童了，小童是北京人，是个东北话，第一个字打，然后呢后三个字在冰上干嘛，东北人愿意在冰上干啥，出溜，哎，四个字，那最后一个呢，最后一个字，哎呦，哇！小童给最后的答案，老家哪儿的呀？北京的。北京呢也没那么冷吧？冷啊！有北京也结冰啊！答案是什么？打，呲溜，滑。哎！来，传递开始。花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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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花花看在看在看花花在花花在华山华山华山花花在晚上在华山在华山，华山，画黄，黄花，黄花，好厉害！嗯，花花，花花在华山，黄花，好厉害！华山，哎呦我去！你好厉害！我，花花在华山，嗯，开始了吗？开始了，花花。花花，腾哥，哦哦，花花，花花在画山，画山，花花在画画，画的是山。还有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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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五环，五环，这是五环，五环，什么都不管，我现在就上五环。哎，好疼啊！这个，笑。啊啊啊花花，花花，换歌了，听不着了。换歌了，中间正好没声儿，那口。山，画山。画展。画的是那个山。画展。山。山。对。画山。还有那个。怎么的了？嗯，还有什么来着？你还转过去问，前面是什么来着？花花在画画，花花在画画，花花在画画，画的山，画山，对。快点，腾哥。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一个，你叫什么名字？一，
你，我叫什么名字？你说呀你。我名我还要问你啊，你叫什么名字？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什么名字？我叫华晨宇。小明。小明。绕太多弯。哎，这不也聊上了吗？小明。哎，什么？哎，呀，他能问我问题吗？这么简单的事儿。好，不能再说了啊！场上除了花花之外都不能出声啊！哎，咋的了？咋的了？哇！花花摘耳机，好，最后的答案是什么？你叫什么名字？小明。小明。哦、他叫小明。他叫小明。他叫小明。干得漂亮。嗯，小明是谁呢？小明应该是张姐的弟弟吧。花花竟然还记得张姐。这样，你听一下最终的正确答案。花花在华山画黄花，真厉害，好厉害啊，好厉害！你自己记得是不是？你，哥，你怎么问我问题啊？这个游戏不是问问题、啊。我想着，我说你自己总该自己叫啥知道吧？我听不见你说的。好，来，换一下，该你们出题了。好，想一个男的。哎。佑宁第一个，哦有，有就看你的，有，好好好，佑宁，考验你普通话的时候到了。好嘞，我待会都讲闽南话了、啊。妈妈骂马，行。写作文啊，他们肯定很刁钻。你看沈腾哥笑的还拍巴掌都。好笑。好了，控制好了啊，耳机都戴上了，撞过去。好，可以，去吧，花花。妈妈弹马。妈妈骂马。妈妈，这样。妈妈骂马，马慢。妈妈骂马，马很纳闷，骂我干啥？好，来传递开始。妈妈。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妈妈，妈妈，骂马，骂马，妈妈骂我，马，妈妈骂马，妈妈骂马，妈妈骂马，马慢，马慢，妈妈骂马，妈妈骂马，嗯。马跑掉 ，OK， 就这样子是不是？OK，No，No problem。骂我干啥？马，张老师，蛋很大。来，妈妈，花花又花花。妈妈，啊妈妈。妈妈骂马，妈妈打马，不是打马，是骂马。爸爸打妈妈，不是。妈妈，妈妈，骂马，妈妈骂马啊，马慢，把妹，不是妈妈骂马，马慢，生个蛋，生个蛋。妈妈生个蛋，对对对。妈妈骂，骂马。妈妈骂马。马。妈妈骂马背，生个蛋。生了个蛋。马生蛋。Oh no！ 妈妈骂马，马生蛋。哎。妈妈爸爸把生蛋蛋生蛋，就这样吧，我也不知道了。有马生蛋啊？对，有马生蛋。
你们怎么乱写呢？妈妈，马，妈妈骂马，妈妈骂马，对吗？妈妈，马，妈妈骂马，马。他说对不对？他也听不着，你这怎么耳机还没摘呢？爸爸，你摘了，对不对？他不知道。妈妈，爸爸，马诞生。妈妈骂马，马很带劲，什么东西？啊，就差不多吧，你这意思。我已经累了。好，答案是什么？看那口型像妈妈骂马，马很带劲，我就是这样啊。那叫妈妈骂马，马很得劲儿，得劲儿。他跟我说妈妈爸爸把蛋生。我没说这个。又是杨迪，又是杨迪是吧？张老师，你没说，你没说生蛋吗？我以为说妈妈骂马，马慢马生蛋。肯定，你看，张老师说了生蛋。我想说，你们都猜出妈妈骂马了，后面很自然的可以接下去啊。马慢，妈妈骂马，马很纳闷。骂我干啥？什么烂词儿？谁写的题？你一听这口纳闷和干啥，不就腾哥？最后答对的是五个字儿。好了，这轮比赛结束了，最终获胜的是我们的都挺好队。